电影院就知道，来大文暗恋坤哥的助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他们两个人呢，本来是要进那个庙里面帮那个大哥处理一些事情，结果呢，基本上这个李李仁平常都是好人的形象，这一次他变成一个可爱的大哥哦，有一点鲁莽哦，哎，但是有你在旁边陪着他，对，第一次看他变成这样子，对，第一次看他有一个这么的搞笑，是。心花怒放，没错，然后也算是一个端，其实演起来搞笑也变得厉害。好，那至于九一，为什么今天三缺一啦？九一还蛮好玩，是因为我本身不太会搞笑。对，是劳工啊，有点中风，一直坐在轮椅上，受不了。对，讲到重点了，我知道坤哥了，我们这边一来，我们就很多讯息可以讲了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先买票？因为买票呢，就可以先拿到一个礼物啊！哇，这个戏真的好棒！哎呀，这个太棒了，我来哪期里面？哦。燃烧熏香，净化空气，除脏招财哦。对，然后另外呢，泡水擦澡可以除秽开运。旺旺，来，掌声鼓励！耶，太棒了！等一下，有的人来，预备，大家好，我是哥哥，我是亚亚。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好，老规矩，谁管你啊？分不出来，人家分不出来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人好可爱哦，拍电影好不好玩？好，现在很重要，两天后就要第一次拍电影，对不对？马上就要上片了，赶快介绍一下你们演什么。假鬼啊，哎，小鬼演小鬼好适合哦，两个小鬼啊，两个小鬼，你们是跟着谁啊？你们是陪在谁旁边？安心阿姨哦，陪在安心阿姨旁边啊，谢谢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头仔有主持场，又不是风华办的，你讲那么多干嘛？对不对？这是电影公司办的哈，没关系的哈，张董哈愿意的 ，OK。来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李李仁哥了，哎，你演过这么多角色，这一次在电影当中呢，是一个哎呀带着冤情的女鬼，不小心啊碰到了朱大哥，碰到朱大哥之后呢，当然就要喊冤，喊冤怎么办呢？朱大哥能不能帮他找到这个凶手？但是呢，他也可以帮朱大哥呢带来一些神机啊。真的，这个片子就这样子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玩的舞台，把李李仁变得团团转的哈，很多笑料就在当中产生了。电影里面啊，两位牺牲都很大，安心雅呢要跟朱大哥嘴对嘴接吻，美秀姐呢还要洗澡啊，你就知道这个戏很多恐怖，哎，多好看了哈，敬请期待哦。来，我们欢迎三位靠近一点，谢谢。好，今天在我们现场的逛街的朋友，赶快先到我们舞台边来。我们收到的呢，听到的最后一组就是诸葛亮大哥，还有安心雅和美秀姐三个人呢，可以说是最佳组合。大家也看到我们朱大哥的衣服哦，是为了今天。